不做主啊，可怜我们老两口。哎呦，哎呦，您先起来，您是？我是老秦呢。哎呀，我那儿子说走就走了，那房子都是他一个人打拼出来的，但现在一直被别人霸占着，就连我老秦的亲骨肉，我都见不上一面。秦大爷，您的起诉书我看过了，大致情况呢，我也比较了解，法院一定会给您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。 好不好？那有没有办法快点啊？我都等不及了。您要是快的话，调解您接受吗？调解比较快。行，哪个快就哪个。师傅，咱们房产继承那个案子有了新情况，这个是立案庭刚刚找来的，您看看。什么？来了一波人，起诉要对侵权的房子行使抵押权。啊？大伙儿别急，咱们慢慢来，大概意思我明白了。 来，哎，无法官来了，你们跟无法官说，法官，你怎么样？我怎么着？大家伙安静一下啊！你们这么说，我一个都听不清楚。你这样出一个代表跟我说，我来说，钱您二月秦宇轩说有一个糯米公司要投资，他说稳赚不赔，我们几个才投的钱。您看看那个票据跟合同都在那儿呢。这秦宇轩跟这公司的老板是什么关系？这老板跟秦宇轩是发小，我们都是冲着他投的。 当时呢，他怕我们这个担心，说万一要赔的话，就把这房子抵押补偿给我们。你们这个提供的材料只显示了你们跟乐米公司签的协议，并没有跟秦宇轩的担保合同啊。对了，锅，那天吃饭你不是还录音来了吗？你给法官听听。有有有，我这儿录音，法官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就把话撂这儿了，咱就算是赔了，我不还有一套房呢吗？够还哥几个本钱了吧？ 法官同志，您听见了吧？这应该能算证据吧？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，给你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。最近您去走访程立家，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啊？还真有，我们这才了解到哈，程立怨恨着秦老爷子，他不是因为房子，不是因为房子，因为什么呢？ 他认为啊，这秦老爷子太强势，是他逼死了秦宇轩。这程立呢，现在身上有两个案子，压力挺大，我们得帮他解开这个结呀。还有，这秦老爷子一会儿要这样，一会儿要那样，我总觉得他有点莫名其妙。 接个电话啊！喂，妈。你知道你还有这个妈呀？上周末说好来的，怎么没来？上周加班啊，所以没回去。你整天就是加班，你媳妇天天出差，我都两个星期没见到我大孙子了。不就是一个星期没回去吗？你看看你，真是。这周一定回去成吗？ 你说这秦大江要真是为了争房子，他有什么必要三天两头的去找程立娘俩呀？说得轻巧，你不知道我这把年纪的人，就靠着天天见着孙子才能活下去吗？那如果秦大爷不是因为房子，会不会是因为孩子呢？ 太有可能了。如果这个矛盾点在孩子身上，就从这着手。对。喂，张老师，我是程立，这个秦大江一直骚扰我们，跟我们到游泳馆，被保安给抓了，你们赶紧来人看看吧。吴法官，嗯，秦大江出事儿了。 你说您这脸怎么挠成这样？哎呦，你说我也没怎么着，他保安他把我，你这样就容易让人造成误会。我说老钱呀，你说你这何苦来的呢？是不是？既然你已经起诉到法院了，那你就得相信法院，法律会给你一个公平的结果。你看，你这辛苦不说，你把自己搞成这样子，老钱，老钱。
你得告诉我们，你不是真的想要房，对吧？你们真要知道为什么，那跟我回家吧。好，我这里就开车。好。大江回来了。哎，是。今天看见了吗？哟，你这脸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没事。这是法院的调解员老张，这是书记员小刘。哦，那快屋里坐，我给你们倒水去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你歇着，我去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家的事儿啊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您甭客气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。要不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子走得这么突然，我们也不会打这场官司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呀，进屋赶紧休息。老秦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这儿子？好好的，干嘛大老远的跑到您这儿来？我儿子一直有抑郁症，时好时坏的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他的病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厉害了。他来我们家那次啊，我就觉得我有点不大对劲儿。可到现在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您儿子有抑郁症，这程丽知道吗？玉仙啊，以前不让说，我们也就瞒着。可自从玉仙走后啊，我那儿媳妇跟我们说话就不超过十句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奇迹是我们秦家的骨肉啊，他凭什么不让见呀？这是大逆不道。可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他想在临终前再见上一面，所以我才找他。老秦，咱这么说吧，如果程丽让你们见孩子，这房子你还要不要？只有我老伴儿在临终前能见到孙子，我一分都不要。好，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哎，不过还有个条件。说，这房子可以不要，但我们那份儿必须得给孙子。行，我们马上啊就去跟程丽沟通去，不过呀还得借您家点东西。什么呀？除了这病历，您还得啊把孩子的那个照片视频给我们。哦，行。得。哎，老秦，还有一事儿得跟您说。您家这案子啊现在起了变化，这秦宇轩的房产啊现在牵涉到一起债务纠纷，有一个乐米科技公司，您儿子生前啊替他做过口头的担保。可现在啊，这科技公司的法人找不着了，吴法官现在四处调查呢。乐米公司啊，哎，那是我儿子发小的公司啊。您认识？那公司的法人不是姓罗吗？对呀，您能联系上？他爸妈呀跟我是同事，我能联系到。嘿，太好了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呀，学了，学了。这段视频呢是我从秦大江手机里边导出来的，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存着，没事就拿出来看看。程丽啊，
即使你爱人走了，可琪琪仍然是他们的孙子。老人爱孩子的感情啊，那是不会变的。现在奶奶病得很重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看看孩子。你说呢？只要您这边能够同意，他们有孩子的探视权，他们愿意放弃继承遗产。现在琪琪可能有点害怕他爷爷。琪琪现在已经十岁了，至于他见不见他爷爷奶奶这件事呢，我们也会征求他的意见。自从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琪琪的胆子特别小。我请你们一定一定不要吓着他，其他的我都答应，房子我也可以过户给琪琪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来。哎，琪琪，我先跟他说吧。琪琪，现在叔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单独聊一会儿，然后妈妈在这儿等你，可以吗？跟叔叔去，妈妈就在这儿等你啊。啊，琪琪，是这样啊，因为爷爷奶奶呢非常想见你，中间呢，妈妈和爷爷奶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矛盾，不过现在已经化解了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喜欢爷爷奶奶吗？我喜欢爷爷奶奶。想不想见爷爷奶奶？想，只要不耽误我学习，我愿意见他们。好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